当初购买 Motorola 的那个契机，是因为考量到将来跟客户整体的配合的方便性。引进 Motorola 的好处，它在作业上的便利跟整体配合的便利性。Motorola 的那个产线效益，它非常的明显，在存取的储存过程当中，在作业的那个流畅上，都是非常明显的，能够凸显它的效益。在旧式的那个机程架的作业当中，是人推着推车在靠近机程架里面来备货，这个过程里面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。当引进 Motorola 之后的这种便利性是有很多的正面的效益，厂房利用率，还有空间的使用跟人员的对公司的向心力，都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。我们是目前使用上来讲，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因为它有附 barcode， 然后也有附 LED 的灯号，让新的员工来使用学习的时候是非常快速，也很方便。那我们现在目前作业模式跟以前来讲是非常不同的，以前可能需要8到10人来做同样的工作，那目前引进了 Modula VLN 之后呢，只需要3到4人就可以负责原本的工作，而且又提升了非常快的效率，大概减少了1/2的时间，那也减少了很多出错的频率，因为目前是以系统来做设定，然后人员照系统的指令来做作业，所以可以增加很高的准确度。